这次来到板桥动物之家这边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平时不知道，像是看到后面那些流浪狗，感觉就他们就是本身就是只流浪狗，感觉没什么意义的，不会想要知道他们躺在那边之后会有什么感后果之类的。而我们今天做一些问题之类的，就是问他们说，他说平均一个月会被安乐死几只，他们跟我们讲说平均一个月会一百多只左右，一天至少也会有两三只或者更多。可是政府现在有发觉这个议题，所以在去年的三月一号之前就把安乐死这个项目废除掉了。而近年来也有人很关心这些狗，很快速的把这些狗认养走。我觉得这次做 DFC 来这边是一个算还不错的